马上就准备演员了，那等看看这个出来了是吧？哦，我说停个电话里，停个说话。妈，看这个脸，看这个看，第一个这个衣裳没得，是吧？就看这边，不是直，穿上这穿你的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。我孩子没反应，你还照看这这里？嗯，哈哈，直勾。哎呦，看见我了呗？小帅哥儿，在家洗衣裳吗？今天买个小衣裳穿挺好看。家还有戏。哈哈，哈哈，这小帅哥儿，来找我来，不找我，赶紧往屋走吧，咱们老爷领吧。那个。哎呀，你这，在这里。哎呀，不叫还，那叫领个吧，奶奶。啊，领个。你奶奶小时候都领个，不是领个啥？哦，刚才领个是管汤了。这往屋里走吧，往屋走吧，叫这不能走开。叫领个三只鸽子，老娘不能给你上鸽子啊！老娘忙活你。来吧，来吧，来。来吧，老爷领你吧。人家说起来。哎呦，哎呦呵。走走走，往屋里走。嗯，走，快点往屋里走吧。哎，要要要。给姨给哥哥上来了。行，嗯，坐那儿，坐那儿，一点就炒菜的，赶紧去炒菜。人家还找把头，还把头看看在那里。笑一个。给给给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怎么也在这儿找？还都是眼睛没了呀？不是眼睛了。你看看。穿了一下，好看。这小家伙，这小家伙，这小家伙，不叫老爷领，这小家伙。哎，小明呢？小明。哎，干嘛？又走了，磕头吧。不是，去给东东磕头都得。去给东东磕头，先给东东磕头。先去给东东磕头。啊，好磕呀。去给东东磕一个，磕一个，磕一个。我去磕了。啊。先给东东磕一个。东东得磕了，是不是？来，给东东磕一个。拿纸，拿纸。不用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给东东磕磕的。我装点让开。先给你俩磕头来，先来这磕头磕一个就得了。对对对，俺给你俩把头磕一下。啊，然后再给你磕一个，给我奶奶先磕一个。啊，给你奶奶磕一个就得了，不用，我给你爸磕。都你磕，都你磕。不用。叫妈妈呗。奶奶，不要。你磕头。这进来，给你奶奶磕一个就得了。你爸讲的你爸讲的这个老爷子，
个哈哈一个，还剩一个。我给咱中间要给。俺不要，你要吧，俺不要。再俩也见一个。俺见了，我俩见了。谁叫你长得肥巴嘞？啊，你是把小红包给俺给小面庄是吧？哦，给俺小面庄是吧？这还是小面庄是呗？对。这回来一趟是我好接红包，是吧？红包给你找到。小庄，叫看看，好不好？那不用你，小红包再见。哈哈，恭喜个吧，哈，恭喜个。恭喜。接不开嘞，哈哈，能拆哈？能拆，恭喜你呀！恭喜你，给老爷恭喜发财来！恭喜！啊，你赢了吧？小妈妈嘞，别不高兴，该去做饭了。做饭，该回正事。小心，给别出事。你给你拿点红包，要给弟弟穿的。赶紧做饭。这包的还有。小娃都不知道干啥去。恭喜吧，恭喜吧。不会呀，忙一点。不用了，这现在人多。给我爸爸妈妈。哪里给我爸爸？真亲，弟弟，呀，嗯啊，别动啊，亲家，弟弟要找我了，我下，有，快点走，不掉，掉了，我弟弟掉了，你把黑的白放包，对了，松了吧。哎呀，你要温柔点，知道了，还没亲爸爸，还没亲爸爸呢，我亲呀，真的，加亲一下，加黑的亲一下。啊，真棒！鞋又掉了，这鞋弄个接了个片上绑一下，这太大了，你看一下又掉了。